拍摄这个亲热戏的时候，就第一次或者什么时候会尴尬吗？亲热戏啊，嗯，我是没有尴尬，反正我是不尴尬，你尴尬吗？不尴尬，我也没有什么尴尬。我觉得你心里还是尴尬的，其实。对，心里有点，会不会有一羞羞？小尴尬，小鹿乱撞的感觉，砰砰砰的。这戏怎么回事？跟我说一下，这桥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就扑上来了？那个你听。白洛因把顾海蓝牙抱起，一步步很缓慢地走到了卧室里面。小尴尬，小鹿乱撞的感觉，砰砰砰的。我感觉不对，完全错了。不是丽娘，你为什么把我翻过来？纪委，我才有把他翻过来吗？没有。纪委。哦哦有。小尴尬，小鹿乱撞的感觉，砰砰砰的。哎，好紧张。他不会是真亲到你。来，因为开始记了一个放下。刺激！我什么时候该醒啊？你别说话行吗？我该什么时候醒？你不用醒，因为你是感受到了，然后你感受到之后，你就把他的、你是被他吻醒了的。对，不用醒，不用睁开眼睛。所谓的醒，不是要睁眼睛。我是没有尴尬，反正我是不尴尬。我是男人，那我是女人。啊！先让人家过去吧。你想来点亲密的行吗？来点亲密。我操，真的还是你。126。什么奇怪的东西钻了过来？鬼东西，把帽子怎么反过来戴了？126是什么？你爸是不是要跟周水一起过的？哎，你挑他下巴，挑他，对。不应该这，为什么要这样挑？应该这样啊。好吗？好。这样好啊。怎么都好。你爸爸一点。不行，这样不好，真的这样不好。怎么不好啊？怎么不好？怎么不好？这样是对的。对。早餐上你在北边，你是我在屋里天空。他说啥？他说我你已经跟我签约了，你不拍毁约金1000万。昨天白纸黑字毁约金1000万。是吧？我可以去卖金子了。我是怎么抱住他呀？我是这么抱住他的。看来的意思怎么抱住他？小远，这样摁着墙上是吧？看过一辆，在后面抱。这抱。干啥？让你来就来。啊！继续，继续。5块钱一斤，太大。